설날에 고향에 다녀왔어요. 설날에 过年的时候呢，你去故乡回来了吗？고향에 다녀왔어요. 다녀왔어요 什么意思呢？去了再回来的意思啊。설날에 고향에 다녀왔어요. 那么第二个呢？물냉면보다 비빔냉면이 좋아요. 아, 这个 보다 是比起这个有汤的这个冷面来说呢，这个拌的冷面更好吃啊。那么怎么读？물냉면보다 비빔냉면이 좋아요. 아, 这个 비빔밥 是拌饭，那么 비빔면 是拌面，비빔냉면 拌冷面的意思啊。那么第三个呢？연락처 좀 적어주세요. 아, 적어주세요. 那么这个적다 是写的，记下来啊，请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记下来。那么这个联系处、联系方式，我们汉语叫做什么呢？연락처 这个연락要发生一个什么呢？流音的逆方向的变化啊。那么第四个呢？지하철이 버스보다 편리해요. 아, 지하철 是地铁。那么呢？버스 是这个公共汽车，보다是比的意思。那么地铁比公共汽车呢要方便，편리해요。这个니은要变成리얼，편리해요啊。这个呢就是我们平常这个讲的时候要唯独注意的啊。这个什么呢？原则不是非常难，原则非常的简单，读的时候要留个心注意一下，我相信都能够很好的把握啊。那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里尔童话的这个综合练习的第一个卡怎么说？뭐 먹을래요? 뭘 먹을래요? 你想吃什么呢？那怎么说呢？물냉면 먹을래요? 我想吃这个물냉면，经常说물냉면，一定要把这个声音记下来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？돈을 내주세요 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其实呢，这个和这个是两个单词，是不是啊？其实我们慢慢读的时候呢，可以不用发生音变的，比如说돈을 내주세요 的时候，我们不用发生音变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读得非常快的时候，돈을 내주세요 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发生音变的。怎么发呢？这个을和这个내要发生这个留音的同化现象，把这个내变成这个래啊。读快的时候，돈을 내주세요 啊，把钱给我交出来，这个意思。第三个呢，이 사진 잘 나왔네，经常说啊，这个사진잘 나왔어요 什么意思呢？照得非常好，很上相的意思，对吧？那么이사진这个照片呢，잘非常好的나오다나오다这个니은变成这个라啊，잘나왔네怎么说啊？那么第四个呢，내일숙제를내면안돼요这个也是一样。如果慢慢说的话，可以不用发生音变的숙제를내다。可是读得非常快的时候呢，숙제를내다，숙제를내면啊，숙제를내면안돼요。这个내要变成这个래啊。明天交作业不可以吗？那么숙제를내다，내다是交的意思。那么第五个呢，이사하느라힘들었죠啊。이사하느라这个느라表示原因的。因为呢，你呢，이사하다，你搬家了，所以呢，你很辛苦吧？힘들었죠。那么나怎么说呢？네，그래서몸살났어요。所以呢，我就是非常的疲倦，非常的感冒，非常筋疲力尽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몸살加这个나变成什么呢？몸살났어요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里尔的童话练习，童话现象的综合练习啊。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部分呢，是讲这个首音法则。首音法则顾名思义呢，是这个单词最前边的这个发音的一个原则了。那么呢，韩国语发音有这样的一个特点，那么它是韩国语的唯一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既作为单词首音的这个里尔啊，那么这个里尔呢，如果在这个单词的首音的时候呢，在少数的外来语啊、外来语词汇呢，仍发这个里尔的音以外，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radio 啊，radio 怎么说呢？radio 啊，radio。那么这个 la 啊，la 最开始的音呢是这个里尔，对吧？里尔。那么它本身是不能这样发的，可是呢，因为它是外来语，所以我们可以原谅它这么发啊。那么就发这个 radio 可以，或者是这个 line 是线的意思，对吧？那么 line 啊，本来韩国语这个 li 是不可以在这个头音出现的，但是它是外来语，我们可以允许它出现啊。那么除了这样少部分的词以外呢，
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发音的，这个"零"要脱落掉的啊。那么这个也是韩国语和朝鲜语的这个区别之一。我们说这个北朝鲜和南朝鲜的发音是有很大区别的，对吧？比如说，啊，这个姓李的这个李吧，啊，李，啊，比如说老师也姓李。那么如果老师去这个北朝鲜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李发成为这个李。li 啊，可是呢，在韩国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说呢？e 啊，e 发这个 e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发这个 li 呢？因为在这个韩国语发音当中呢，这个 li 是不可以在首音出现的，所以要把它脱落掉，变成了这个 e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首音法则，很好理解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比如说良心这个单词吧，良心啊，良心呢？这个"良"本来是这个"良"啊，良心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要把这个"离"去掉，变什么呢？阳性，阳性啊。那么这个 "yoksa" 啊，这个"利"呢是这个"了"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能说 "yoksa"，要什么呢？"yoksa"。这个女子呢也是一样，本来是 "nio" 啊，"nio" 是女的意思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把它去掉，变成这个 "yoza" 啊。那么这个年龄呢啊，怎么说？年呢是这个 nyan 啊，但是呢，它在首音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个去掉啊，变成什么呢？영세啊，这个呢，明天내일啊，这个明的来日的来日，来日方长的这个래，可是呢，在首音的时候要变成这个내일啊。那么这个呢，老人呢，노인啊，不能说노인，要说这个노인，这个也是这个首音法则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。那么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内容。여러분다음시간에만나요。